天我要做什么事情？今天又是 Nana's Kitchen， 然后 Nana's Kitchen 就是我今天想要做一个巧克力布朗尼，然后是一个很不切实际的就是计划，因为呢我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是应该有的东西我都没有，然后虽然我已经上网查好说哎怎么做，但是什么材料都没有，然后也没有人吃。我刚化好妆，然后换上了可爱的衣服。我要说什么？今天因为上了一整天课，头脑有点不清楚，然后又考试，然后我现在准备出门了。OK， 好，出门。头脑，把三毛搬住！我已经有了 Berkeley 学生，好，非常好，有人在上课。嗨，今天已经是星期六了，然后现在是早上的，应该是11点多。然后那天我去超市买完东西之后，我就跟朋友去看演出吃饭，所以那天晚上就很累，晚上回来就没有做 brownie。那今天呢，我的 schedule 就是，我先做完 brownie， 然后晚上去看美美的演出，下午还要上个课，所以我想说晚上去看她演出就把 brownie 带去，虽然我也不知道 brownie 会不会做成功，因为毕竟我没有做过 brownie，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功，反正好，所以我的现在就是要先准备材料，然后我已经把我的烤箱要先预热成350度，然后现在已经在预热了。总共需要的材料呢，就是面粉，应该是低筋面粉，白砂糖跟黄砂糖，可以放可以不放，咖啡粉，然后要 chocolate chips， 然后它就是 recipe 上面讲的是真正的 chocolate chips， 然后去把它融化，但这我就超市买了一个，就是专门给 brownies， 应该叫香草精，然后我自己弄了一点，就是比较大颗的 sea salt， 就可以最后撒在上面，3颗鸡蛋， OK，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需要的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就来开始准备，然后我又很紧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没有磅秤，然后我就有一个那个量米的那个量杯，所以我就自己就是用那个数学换算了一下，但是就是可能不是很精准。好，150克的白砂糖，会不会太多啊？我觉得我是不太适合做就是这种煮饭的教程，因为不是一个教程，就只是一个我的实验过程。我现在已经卡在第一步，就是我这个砂糖到底是要放多少，因为我感觉没有这么多，就这么好。 OK， 现在我的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，然后跟你说一下我们现在需要的呢，就是3颗鸡蛋，1包这个 chocolate chips， 120克的油，然后50克的黄糖，150克的白砂糖，跟看心情的咖啡粉，然后还有100克的面粉。我不知道100克怎么会那么少。那我们现在第一步呢，就是把油倒进我们的平底锅里面，然后跟我们的 chocolate chips 做搅拌融化。是小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然后呢，现在就是一定要把它放到旁边让它冷却，就这一点很重要，冷却大概10分钟，不然等一下跟那个蛋混在一起，蛋白就会变成熟的蛋。然后现在这就是我们的巧克力酱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觉得我这巧克力酱跟网上那个就是做出来的样子完全有差别，但那个是油跟那个巧克力是融合在一起，但我这里怎么融合都融合不在一起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，你们看不看的，是这样子打蛋。
我呢做甜点，大家千万不要把 Nana's Kitchen 变成说感觉像是一个教程，其实不是，就是我的一个实验室。对，就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教程，因为如果你们跟着我做，说不定会不成功。接下来就把我们的就是所有糖跟咖啡粉加进去。如果今天做出来不成功的话，我会非常的沮丧。但是我觉得像咖啡蛋糕我觉得好香我要再次强调，这个不是一个就是 brownie 教程，只是我只是想记录一下我这么悲惨的做这个东西。目测一下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好，我现在倒到这里面了，然后看起来真的跟那个 recipe 上面差的蛮多的，就可能上面有一层油哎。好，不管，反正我觉得应该是会失败，但是就是还是要勇于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要勇敢。所以我现在把它放进我已经预热好的350度烤箱里面，然后烤32分钟到35分钟，然后我觉得今天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逼我的妹妹把这个 brownie 吃下去，因为是我做给她吃的。然后等一下我要吃午饭，我顺便告诉你们我今天吃什么午饭，然后就让她进烤箱吧。不会成功了，因为这跟她做的就做起来那颜色啊什么都差太多。我真的觉得主要是因为我的 chocolate 买错了，就是不应该买那个的，因为她那个 chocolate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。姐姐，正好你来了。怎么了？我这个 brownie 好像做失败了。我们今天挑战 brownie。何一没来啊？他来了。你这几天在做什么？brownie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吃，我怕你食物中毒。现在呢，我要来做一个我的午餐。然后我今天要做的就是我阿姨她告诉我的一个方法，因为我想说就是不要吃这么多淀粉，对不对小姨？所以她就用这个白色的花椰菜然后弄碎，然后就假装它是白米饭，有没有很酷？我准备把它跟鲑鱼炒在一起变鲑鱼炒饭，然后先爆一点蒜，所以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再做一次，噔噔。那小姨你帮我把这个盐放进去。棒，我们的那个花椰菜炒鲑鱼就完成，还有上面加了一个小一一定要求要一个蛋，你有一点蛋吧？好吃吗？会不会蛮像饭的？也很好吃。好好吃吗？你有参与就是做的那个过程哦。嗨，我们现在到宝宝的学校，7点的演出。现在6:44 OK， 然后我就要把我那个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的 brownie 带给他。OK， Let's go。超冷的，我们现在在弟弟的宿舍的楼下，然后等一下要吃我今天做失败的巧克力蛋糕。像面包哎。对呀。What's the reaction? What's the reaction? 好奇怪的味道哦！你怎么一直自己吃啊？我弟弟说你要不要再来？他说没关系。你要不要再来？还有生命危险，还有生命危险。
美美已经吃完，美美吃完。来，弟弟你也有一个。宝宝，宝宝，我的 brownie 好吃吗？好好吃。好，那我们走喽。拜拜。拜。